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28日，咁样再过两日呢就期指结算啦。咁因此呢，即係大家都要睇睇个市道呢係一定受到呢啲嘅影响㗎。咁今日我哋最主要讲讲就係上个礼拜嘅资金嘅流出流入情况。我睇到上个礼拜嘅系四同埋五咧，系有轻微嘅北水嘅流出嘅。